六个小伙伴的同居生活。最真实的告白，你觉得我会喜欢谁？如果是个性上的话，我会比较喜欢那个妹妹。对。最刺激的真心话，抢我了，那这样好，我就选石头，因为他单身很可怜，我就要同情他。好，我让你过，我让你过。最赤裸的情感流露，男朋友如果交不出去，就要你娶我。我真的不懂这个，我真的想不通，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真的我想让你失望，可是真的。全台最真实的同居实境秀。哦，你给我回来！同居时代 ，Co Living。小男朋友记不太得了。我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节目快要开始，赶快回来报信。欢迎收看今天的拜狗炮戏 No Mercy， 耶！又到了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为大家送上在麦卡贝游戏频道哦为大家播出的这个是最欢乐又最专业的格斗游戏节目了哈。大家好，我是卢比。大家好，我是叶子。啊，我们今天呢啊有一位贵客啊，远从这个别的国家啊，不是啊，从南部哦，欢迎小宝。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年第一次。今年第一次来上节目、OK， 我们节目应该没有那么难上吧，只是因为你住太远了。住台北就很远离开台北就很远，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小宝是特地上来上节目吗？算吧，算是吧齁。那今好像是明天回去。所以今天是住在哪里啊？住在迟到的人家里。通常这个就是有中南部的玩家上来第一首选就是首选就是恰恰家啦，既温暖又这个。他老婆又很老婆很好客，很好客，超好客，很好客。大概每天第二天起来都有麦当劳可以吃，超爽的，对。是麦当劳。那早餐都咖喱传厚厚的呢。我记得我上一次前年的圣诞节吧，也是去他们家。那个玩嘛，对啊，也是第二天起来就麦当劳。对，我原本没有要过夜，因为其实内湖离基隆算还可以，就车程。那不是旁边新开了一条道路吗？对，然后那个只是那一天我刚好车子抛锚，所以就直接在那边睡，然后等隔天那个拖吊车来载这样子。啊，坐那边晚上会摸个几把吗？不会啊。其实不太会，除非他们有特别约啦。他们有约才会吧？对啊，他们都约几个，就是如果他约的对象是什么石油王啊、统神啊，这些就会凑起来就会打牌。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就是白天工作，晚上顾小孩，半夜打牌的。这么充实吗？我觉得没有那么充实。很充实。我觉得他的生活应该是没有那么充实。好啦，那为什么人还没到？因为他睡过头，所以人还在路上。你看，我就说嘛，对不对？这样很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哦，你是说他行程表啊？哦，打到凌晨，然后就睡觉，白天就在睡觉。OK， 好，可以理解。好啦，那大家看到小宝在这里就知道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礼拜六日呢，应该说在稍后，大概12点的时候，我们这个美国 Final Round 就要开打了，这个是今年卡普空职业巡回赛2019年赛季的第一场白金赛事呢，那我们小象跟石油王两位呢，这次是前往参加了，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两位这个职业选手，那。小宝这一次的目标应该是放在亚洲的 CPT 吧，对不对？亚洲啊，那不过因为虽然说隔了一段时间，不过还是要恭喜小宝今年上半年算是有赞助了嘛，对不对？要不要稍微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因为你的赞助的情况好像比较特别。赞助的情况就是有给我一笔钱，但是非亚洲的话就是。够所以一个扣打给你，然后看你怎么花这样子。对，但是就是我自己有就是都看过那个机票住宿，大概就是非亚洲区是没问题。OK，所以上半年，因为我看今年的这个赛制的部分，亚洲的这个 ranking 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赛也好，都集中在上半年啊，比较多。
有集中吗？就是比较分散嘛、啊。去年是都集中在下半年，今年是都有，就是还蛮平均的。对，因为我记得去年是上半年没几场亚洲的，然后都挤下半年，都挤在八九十，就是四五六七八九，这次都有了，都有。对，这次比较平均一点。我相信这个对选手安排来讲也会比较好安排一点、啊、在亚洲的话，聊天室很没礼貌，什么 EVO 的 T 恤 Ruby 穿得下，这个是 EVO Japan 在那个就上个月嘛，对不对？小象边比赛，然后边哦对，高分少女的这个特制的、哦，他们跟 EVO 合作吗？对，就是作者跟这个 EVO Japan 合作、哦，出了特制的这个特制的 T 恤，只有在会场上买得到。那个时候我是请我 EVO Japan 我是全程中文转播嘛，对不对、嗯？可是第一天因为比赛比较松散，那个赛程安排。所以其实小象他在打完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拿着那个手机直播，然后到处买东西、啊、然后到那个高分少女摊位的时候，然后就有人因为我在转播，然后小象这边也在开台，然后就有人跑来跟我讲说 ：“Ruby， 你有没有买东西？”小象在逛摊位，然后因为我边转播，我又不好意思跟小象说我要挑哪几件，然后我就稍微移过去他的那个聊天室，我跟他说我全都要，他就帮我买四件。你全都要？哎、欸，我就白色跟黑色，还有另外一件我看到。对，就是他除了有这种特定这个合作的款式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是高分少女他自己的周边这样子、哦。对，所以总共四件，然后刚好是黑白各一件这样子，然后我就叫全都要。你知道这 T 恤就是遮住下半部就啊宅 T 啊，对，然后就哎内行的。什么 T 恤变形了？那么没礼貌。好啦，这个这是 XL 的，因为通常日本那边的版型都比较小一点，所以就是亚洲区的、啊，对，但是美国区比较大，不是日本比较小，看好吧，美国区比较大。好啦，就是我胖嘛，好不好？所以我买了 XL 的。那这个白黑各一件，那我没有全拆，就是有一两件可能拿来这个送干爹这样子。哦，是哦。对，我想说也要全穿，全部拿来穿又感觉又有点可惜哦，这样想说还是送出去好了。好，那讲到赞助的这个部分，就是所以小宝这一位赞助商还蛮神秘的，应该大部分人都没听过。应该大部分台面上人都没听过，對對對，但是台面下的就是我们玩家其实都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小宝的赞助商，我们都昵称他叫面包，那他基本上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平常是在做开箱的，他的 FB 专业啦，就是在做一些比较算是奢华奢侈品吗？很奢侈，一个耳机 LV 你买得下去吗？哇塞，你知道吗？因为我跟面包会认识，是有一次我在开直播的时候，然后他平常也有订阅我，但是我对他没有很熟悉。然后他的中文 ID 叫大干爹面包，我想说为什么叫大干爹？哦、我想说他取名呢、啊？对，他抖内跟订阅都不手软的啦。哦，就是出手比较阔绰一点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在直播上面讲说，那个我想要把这个电脑喇叭换掉。那我原本一般电脑喇叭就用那种几百块的，大家听得到声音就好了，因为我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需求，顶多就拿来看看动画，要看电影就去电影院看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听到了，他就直接送我一套那个市价大概5000多块的那种喇叭，电脑喇叭5000多块的哦。然后那个牌子我是真的没有听过，然后一去查发现，哇，这个。超是国外很哇，真的是大干爹，对，真的是大干爹。欸、面包哥，那个再下叶子，你好、欸，你真的，我跟你讲、哦、我当初也是差不多像你这种细腻的口吻，稍微撩一下，结果他就马上来了、啊、所以你要小心啊，真的。没事，叫下来。他会看，他平常就是不太讲话，但是只要一讲话，就是这个大家就知道他的分量，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面包的这个面包好开箱的那个专业啦齁。那讲到面包，当然就是上上礼拜办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面包好的那个比赛嘛。那这个比赛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虽然说是线上赛，大概那个性质跟奥比贝类似，但是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玩家。我比较想有兴趣的是这一方面的联系都是透过你嘛？那韩国以外都是我。韩国以外，那韩国那边的嘞？韩国是巨型土木那老板哦，那个OK， 这个比较特别，是一开始我本来不是说，因为我本来想说前面都有八个都有奖品嘛，因为我想说让台湾是有一些会玩的，可是可能实力没有那么高到顶的、对，但是我们每次比奥比杯，可能就是前三名都是那一些人，我想要让那些人有一些参与感。Okay. 我本来是想说都是台湾的，后来就后来都。
然后后来开始我要办的时候前几天，然后就忽然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间那个问一下贤说你要拿快笔。哦，真的哦。后来贤，然后他说他网络很烂，怎样，我就继续问他，他说好。Okay. 我说这样约得到，然后我再问一下板上，板上也跟我说好，然后大家都答应得很干脆，然后想说，因为一开始都想说问一问呐、啊，想看看没有就算了这样，结果大家都答应了。然后教练他都是负责韩国那边嘛，后来看赛程表，N L Senbeg 是不是也有来打？Senbeg 也有，哇，规模默默的就变大。对，那个阵容一字排开，然后你把那个名字换掉，然后换成亚洲随便一个 CBT， 我觉得都大家都觉得都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然后包含这个新加坡的贤也有来打，对，虽然说默默他就死掉了。对，没办法，因为新加坡那边网路要连到不管是台湾、韩国还是日本都比较惨一点啦。对，就是、可是他那天说他网路意外的好啊，真的吗？他说他打的时候，他说怎么网路这么好？他说下次还要再打啊。这哦，那你看看。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职业选手跟业余选手的差别、嗯。他们不会替自己的输找理由，对不对、嗯？比如说像那一位 Y 开头的哦，就是没有啦，开玩笑。你看，就是闲，就是说输了就是输了，不会怪网路烂，对不对？嗯、哦，那当然那一天比赛最后的这个总冠军决赛的这个对决是比较意外的，是由这个来自台湾的 Yolo 跟这个来自澳门的。哦，尼库桑嘛，对不对？尼库桑哦，这两位对决啦。哦，我们上一次在这个《爆泡系新闻介绍的时候，也有大概简单的看一下他们这个对决，就是卡琳达四空嘛，对不对？那比较好奇的就是你对尼库桑，你跟尼库桑之间之前有对战过吗？有啊，就是前上个月吧，然后他就突然间，那个他FB 私讯我说他练四空，他想要跟我练。哦，因为他四空是跟他说他跟杨面学的。然后杨面之前都有跟我练，他说可以跟我练练看。OK 那时候，后来你知道最好笑，我那次不是因为很多国家人，对，然后我联络了，我总共用了五个通讯软体。有，我看到你讲。有 LINE， 有 FB，、有 WeChat 啊，然后那个 WhatsApp， 因为新加坡用 WhatsApp， 还有那个 Discord 啊 ，Discord， 然后总共五个通讯软体。居然没有哪个通讯软体是全部国家都有在用的吗？可能有在用，但是不普遍。是啊，比如像台湾那个什么 Discord 那个，我自己都觉得那个界面很不亲民，我也不习惯。对， Discord 你们都不习惯，可是韩国人就很明明他们就有 LINE， 就是他们国家出的，可是他们就没什么在用 LINE。应该说，对 LINE 是韩国的，对，总公司在韩国。那Discord 算是比较偏，就是有在玩那个 FPS 或者是玩这个 DOTA 类型游戏的，他们比较早在用。我觉得它比较算是大社群在用的，因为它可以开很多分类，然后让大家视讯多画面，对语音那一种，对它比较包含了其他的功能在里面，对社群的功能在里面。那所以这一次比赛办下来，小宝的感想是什么？好累哦，因为其实包含了非常多国家的玩家在里面联络上啊，联络就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时候一比的时候他就出包了。哦，你是不小心按到那个不是不小心，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一开始我就种子先排好，对，然后开打之后，然后那个谁中程就跟我说你要那个赛程表按开始啊，啊对啊对啊，然后按开始之后哇。整个乱掉，对，因为那个签，我不知道他那个签到没有签到了，就是哦，没签到，然后就把它踢掉。对你按开始，他没签到，他就把你过滤掉，所以我的赛程整个都乱掉。哦，对啊，变成说你要重新勾一次，然后再重新拉一次。没有重新拉，就是中程手动，因为就有那个观众帮我前面的赛程表先截图下来，然后中程再看那个截图，然后再一个把它排回去。OK， 哇，他有截图，哇，他好聪明，他好聪明。OK， 好啦，那总之感谢中程，因为他是礼拜一办那一天，我在弄那个秀。龙珠的比赛，所以没有办法去帮他这样子。我就是避开你，我才办礼拜一啊，结果礼拜二你连两周都没打。哦，那刚好这连续两个礼拜二都有事情。那我这个礼拜二是去动物园玩，我知道，好累哦，干他妈的，什么好不美啊？那这样子第二届有大概有什么？我之前本来想说一个月一次啊，我这次吓到想说三个月一次，真好累。然后我那次办完之后马上就睡着了。对，好累。通常第一次就是。我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办比赛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会手忙脚乱，然后、你还要如果像小宝就是
跟我差不多啊，就是兼顾这个主播的部分嘛，对不对？赛品的部分。那你这样的一来一往，其实三四个小时下来是真的蛮累的。对，就是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是因为弄到现在，你看奥比杯现在已经是86次了，对，就是卡这个。大家都在期待第87次，对，不知道办下一次。对，我就已经，我就故意扣着2个礼拜不扣，然后就87届等着要通知阿 B， 好啊，欢迎阿 B 啊。我名字都敲到87名了，你到底要不要？你到底要不要？就为了等这个吗？就为了等这个是不是？我跟你讲，开办前一天我就会跟你讲。我一直在控制我的名次，你知道很累吗？我懂。你说你的 rank 排行是不是？对，我一直在控制在87，你知道吗？有必要吗？真的是，好啦，那个希望接下来这个如果再有这个面包赛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好不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当然，有更多的人出来办比赛，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都是增加一下这个国内外的交流也好，增加一下这个彼此之间的竞争，让大家有这个进步的动力，好不好？这个是比赛的部分啦。好。那我们来马上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新闻，其实还蛮多的哦。我们大概来看一下，然后首先第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手游代理商就是辣椒哦，辣椒方舟呢，今天哦宣布了取得生死格斗 M 哦的台港澳代理权。辣椒方舟跟红心辣椒是同一間。我刚刚也想问呢、欸。糟糕，不是同一间吗？我也想问。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这么多辣椒都在做手游也不是说多都是游戏啊。红心辣椒是在做游戏没有错，可是它不限制在手游啊。辣椒方舟我不知道，看聊天室有没有知道哈。好了，这个是生死格斗，当然也是之前都没有出过手游，那这一次来做 M 呢哈，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好，再来第二个，由 Arc System Works 所开发的这个2D 格斗游戏。作品呢，《碧蓝幻想 vs》啊，这个作品当然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Cygame 的这个算是台柱之一啊，哈，游戏台柱之一哈。那已经在之前就有宣布过说要来做这款游戏的这个格斗游戏了。那第二波的宣传片在前一次这个忘记是几周年，6周年还是5周年？哦，《碧蓝幻想》6周年还是5周年？有点忘记了，不好意思哈。宣布了这个第二波的这个宣传片 ，Low Iron 的这个参赛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片还蛮有趣的、哦、大家可以看看哈。グラブルの格ゲーまで待って。マジかよヤバくね？いやーヤバいっしょ。マジでヤバババハムントっつうか。そうするとさ、参戦するメンツが気になりまくりしてんだろうが。だよね。じゃあさ、紹介していくぜ。まずはダンちゃん。いやロルペペ。カトリーノさん。ワンマップ。小六姐，几位都是在第一波的影片公布会参战的。美丽酱，啊，そしてそして，接下来是要新公布的参战角色。ロイ参战，マジかよ！あいつ参戦するの？好像好，自己做的是吧？我觉得这个 I 这 I 比较像。ね、めっちゃいいね。好，这是大招。いやそれ言ったら優待とかおかしいだろ。大会とかガチめにおかしいから。いやでもさ、これ超楽しみじゃね。うわー、まあな。てなわけで、ナブルファンタジーバーサス、シクヨロー。カミングスー。ロイン？いや、楽しそうだったんで、つい。好，这个是 Cygames 这一家厂商开发的，应该说他们自家的这个作品，然后来移植到格斗游戏上面了、那 Cygames 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小象的这个战队 Cygames Beast 的这个主公司啦、那所以大家都其实，在 Cygames 大概在一两年前就已经这个对格斗游戏这边有算是略有涉略，就是包含这个把绵缘大武收到这个职业战签约。然后还有小象，然后还有这个 PR 这些人哦，他们组了一个 Cygames 战队，包含福斗。那终于要做他们自己的格斗游戏了，所以今年预计会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当然这一家 Cygames 他们以往办比赛的这个方式，
哦，蛮不手软，蛮那个的，对，收那个、哦、他们的奖金都蛮多的，对，包含这个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 Shadowverse 好像是1000万吧，5000万台冠军哦，台币、啊、1000万日币吧，哇，也很多、啊，1000万日币也是非常高啊，也是非常高、啊，然后那然后今年的 Shadowverse， 我听我刚刚讲这个是去年，今年好像100万美金。哦、今年好像100万美金、哦、所以不知道忘记总奖金的冠军，有点忘记了。所以，总而言之 ，Seconds 这一家大公司愿意、下来这个跟这个格洛来这个格洛游戏这边来参一脚、哦、所以接下来如果他们办比赛的话，我觉得就不意外了、哦、那当然 ，Seconds 在今年还有去年的这个 EVO Japan 都是主要的这个赞助商之一，还有应该说 EVO、哦、美国的 EVO， 你们去注意看这个 EVO 他们那个。在播比赛的时候，下面都有一个 Seconds Mark， 所以就表示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很期待哦，他们推出的这一款格斗游戏接下来办的比赛。那我也相信，在台湾一定有很多玩家愿意来支持这一款格斗游戏，因为《必然幻想》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 IP 啊，哦、就是应该说他们的摇钱树嘛，应该就是说每一次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都有人在聊天室，有时候我们在。播自己的东西、嗯，然后他们在刷，他们在自己聊，对，在玩手游。然后今天又是古战场什么，我想说古战场什么东西，然后讲哦好，然后又是必然的东西这样，然后再听他们在聊这样子。哦，所以是去年的 Shadowverse 冠军就是100万美金，哇靠！去年就是啊，哇靠，天哪、啊，哇，那真的是不少钱。我觉得应该也要感谢聊天室的各位课长们啊。对，课长，这些钱有一半是你们的。好，还有公主连结，就是那个前阵子那个咕噜林坡、哦、也是掀起一阵热潮哈、哦，就期待一下吧，就期待一下，预计2019年 PS4 上面发售、哦、其他平台还不知道、哦、好，再来，那我们来看一下铁拳7的部分，铁拳7在上礼拜也公布了这个他们的赛制啊，因为卡普空是最先的嘛，嗯，就公布这个今年的赛制，从1月底就公布了，那铁拳大家等了好久哦，终于也公布他们今年的这个世界赛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不细讲，因为他这一次真的是增加了非常多等级的赛事，怎么那么多啊？然后总共分成1、2、3、4、5、6、7种哦，啊，这个是最强的，当然是最好、最厉害的那一个，其实就是 EBO 啦，就只有 EBO 是这一个分数区那个分布了哈、哦，其他就是他们的白金就是 Master， 然后再来是 Challenger 啊、那。这边跟提前跟大家、欸、也不能说跟大家提前讲，就是大家可能已经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斗星、今年会有铁拳的这个巡回赛的部分，那很开心我们这一次斗星是铁拳是 Challenger、是 Challenger， 也就是在 Master 之后这个黄色的一个第三个，对，我没记错的话啦、应该是这一个、那这个资讯其实在官网上面的影片啊还有这个资讯其实都已经有了、那至于日期有一点点出入，不过这个之后有更改的话再跟大家讲、那再来，铁拳今年的这个奖金的部分也是往上在修了、所以大概是不过详细的数字没有写、没关系，总之就是比去年多了、那比赛啦奖金都比去年多了、那今年则是积分前19名可以参加世界总冠军赛，那其他的名额，他们还要用别的方式来选啊。这个详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官网。所以总共是几个啊？总共应该还是32吧。哇，总共应该还是32哦。那这一次比较铁拳，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已经先公布总决赛要在哪里办。哪里？泰国。泰国。在泰国。那个布克的主场吗？哎，对对对对对，布克的主场哦，所以。我记得是泰国吧，没有记错的话，对，所以算是这个铁拳7算是这个世界的这个触角伸得非常开。你看这个 EVO Japan 拿到冠军的这个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吗？那个巴基斯坦吧。对，巴基斯坦那一位，对，所以包含在这个西亚这边的这个铁拳这边的这个推广也算是蛮不错的哦，所以可以再期待一下在这方面的发展。好，好。那也希望这个台湾的这个铁拳众可以加油加油了、这个分数不好抢、那再来 ，ESPN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运动这个转播频道了、ESPN 在公布了以快打五、斗阵哦、斗阵特工嘛、星海二还有炉石等等为主的这个大学电竞联赛啊，那其实美国他们在。这种推广在学校的这个电竞联赛，其实已经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不过，一直以来都没有这种比较具规模的这种
哦比赛出现啊。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像台湾也是一样，即便是英雄联盟也都算是比较初阶的一些联赛有在打这样子。嗯、那 ESPN 公布这是由他们来主办的这个大学电竞联赛。有把快打旋风五包含在里面啊，还有跟其他包含斗争特工啊、星海二、炉石这些游戏啊，所以对于一些习惯收看传统电视媒体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哦、啊，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比较好推广啊，因为毕竟虽然说我们这一个世代都已经习惯在网络上面看我们需要资讯，但是还是其实还是有绝大部分一大部分的人是只在看电视的。哦，所以，这个对电竞推广上面来讲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发展呐、啊，哈、哦。有啦，现在有时候电视还是会播啦，可是好像大多数都是跑卡丁车。真的？还在卡丁车吗？对啊，现在还有在卡丁车？有。真的？射击的吧？射击的应该。哦，射击也有 CSO。对啊，射击。CSO 也有是不是？对。哦。现在还有、哦？有。是看到展元那一台吗？博斯。对。博斯还在播嘛，对不 对, 对？然后前一阵子，当然狼谷竞技也开始在播，白天也开始在播。对 ，MOD， 我 MOD 跟一般 cable 还是有差啦，不过 cable 比较受限在这个有线电视还是受限在这个画质没有办法播到 1080p， 所以要播电竞的比赛会比较困难一点。我还记得以前在那个师哥他们还在播那个 TSL 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星海那个画面。还有英雄联盟的画面好糊，你知道吗？因为 480P 有没有？你要看那画面真的超糊，要看那个真的超难看哈。啊，希望这个有线电视可以早日把这个高那个 HD 化，把这个实行下来啊。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新闻很多啊。这个新闻跟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哈 ，Uniqlo 跟快打旋风五的合作 T 恤，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你们来看一看，有几件你们比较喜欢？这蛮好看的。哦，这个是插图，对，这个是设计插图，好好啊、对，插图。然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就是这次合作的，对对对对对、嗯。你看到老桑穿的那一件，还有春丽身上穿的那一件，哦，基本上就是把快打五的那个春丽的那一张图印上去，哦，这些。嗯，可是啊，你们有没有喜欢的？我喜欢的是插那个插图的，他有一件那个扎雷固，然后就只有项链的。哦，只有项链的。对，有在里面吗？好像是，也是绿色的。看得不是很清楚啊，有几个。最左上角那个是传统八人嘛，就是那八个人那个选角画面。因为他卖的基本上都是游戏里面的画面。对，没错。对啊。啊，有几件是二代的，有几件是二代的。嗯。对，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左上角第一件的、啊、那个八人选角画面，那个还蛮经典的。然后将军那一件其实也蛮好看的。然后其他的我个人就还好，凯尔那一件应该也蛮多人喜欢的。哦，那个就是哦，这些算是二代一些比较经典的画面哦。好，再来，这个当初公布的时候，台湾还不确定会不会上啦、啊、哈。不过后来有人好像直接。打电话去 Uniqlo 问，然后说四月会上。哦，哎、欸，其实还蛮快啦，现在已经三月中了。对，我为了认识的，我就要全部包留起来，全部留起来，是不是？我再拿出来卖、啊，靠腰，卖贵一点。你刚才心智缺缺，然后现在说你全都要了，我全都要，又是一个我全都要，转卖转卖转卖，又是一个我全都要。Uniqlo 其实还蛮常跟这一些作品合作的、欸，对啊，我记得近期还有《魔物猎人》。对啊，前一阵子是《魔物》啊，没有，现在好像又有一波新的。哦，又有一波新的，因为刚好《魔物猎人》。进入几周年，然后他们为了庆祝又合作了一波新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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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周年，对，魔物猎人刚满15周年，我没记错的话、嗯，哇，那也很久了耶，2000几啊，开始到现在，哦，刚好我有看到那个魔物猎人公布那个15周年他们那个纪念影片，嗯，啊，不过因为那个15周年当天刚好是这个日本311大地震当天，哦、所以他们就比较低调在宣传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就是魔猎人也是一个在瓦鲁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品。那今年当然是值得期待那个寒冰的部分哦，就是新的这个资料片哦、嗯，很值得期待，要不然很久没开了。好，再来 ，Tokido 啊，这个相信在座两位都已经听到消息了哈、哦，新的赞助商终于确定下来了哦。这个当了这个业余的选手哦，无职选手一段时间之后呢，终于找到了赞助商了，这竟是何方神圣？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哦，啊，这个大家可能稍微陌生一点，这个是 RO， 有点看不清楚，ROH 吧，哈 ，ROHTOZ， 那比较这一家最知名的就是他们的眼药水啊，哈，之前你还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大家很夯去日本买那个史莱姆的眼药水，对不对？就是这一家厂商，好吧，就是这一家厂商，
那他大家看到右手边那一张图片，他的左手臂上面印的这个哦，比较小哈、啊，这个是 Sony Music， 也就是啊，这个 SME 非常在日本非常知名的，由宇多田光所待的这个唱片公司哦，索尼啊，索尼音乐啊，所来赞助，所以他一次公布了两个赞助，分别是这个药厂以及 Sony Music 啊 ，Sony Music Elementary 哦，也就是 SME 的部分哦。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那这两个到底要怎么样来达到这个宣传的效果？那其实 Tokyo 在节目上面就直接示范了啊，签完约之后。那个签约影片他会先放嘛，宣传影片他没有抓有点可惜。然后一播完之后画面切回来，因为他那个节目是 Gachi Gun Tokido 还有那个 Mago， 你就看到那个 Tokido 切回来的时候是在跟那个 Mago 九十度鞠躬，然后 Mago 就在那边，然后 Tokido 就说 Osaki ni imasu， 我先走了，要吐槽 Mago， 吐槽 Mago 还没有工作。他就说：“我先走了。”我记得 Gachi Gun 签约的时候，也是在节目上面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跟 Margo 鞠躬：“我先走了。”就是很靠北 ，Margo 就爆头，像这样子。然后那个马上就在节目上面点那个眼药水，然后就直接示范拿那个眼药水。他以后就是每次打比赛量完尺以后开始点眼药水，对，差不多这种感觉。可是我听说那个眼药水不是很。超凉的，对啊，就是说你可能要三五分钟才有办法开眼呢，超凉的，所以不能开打。没有，他就开始从今天开始每天点习惯了，可点的很清爽哎，就是还蛮。我的意思说他在直播上面没办法点呢、啊，他点了他三五分钟不能睁开眼，没有，现在才下点，没有那么凉啦，反正就是还蛮有趣的啦。下次比赛把那个眼药水里面改成辣椒水，点下去我就赢了。先给他加一点辣椒在裡面，加辣椒，把它换成辣椒水。不用啦，喝台湾奶茶就好了。喂，来台湾比赛的时候买那个大冰奶给他喝之类的。哈，那 Sony Music 的部分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哈。这个看看接下来他们有什么，也许会帮 Tokido 出单曲也说不定。啊，成为自基隆东之后第二位在快打界出单曲的男。基隆东最大对手。可是我看到不是 Tokido 是有还有第三家吗？不是什么皮肤药的，没有，那就那个药跟眼药水是同一家，是同一家。对，那个就是那个药品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药，很广泛。对，就是大家如果常常去那个药妆店买，应该都有买到他们家的东西。对，所以这个之后呢，看看有什么新的消息，也许。真的 Tokido 哪天出唱片的也说不定啊，我们就以后上台对打前先跟基隆东 battle 好啦，夸张的啊，壮阳药厂哦，那不是啦，那不壮阳药厂吗？不是啦，就一般的药啦，就是感冒用湿湿的那种药啦，是哦，对啊，眼药水，它主要是主打眼药水啦，胃药也还好吧，台湾也有一个那个职业选手也是。收那个饼干店的那个赞助啊？谁？可他都不要、啊，他说不要，他叫我一个月给他一万块，我叫他假赛。啊，好啦，我们欢迎金永东。Yeah. 我还以为你都不来了，想说你几个礼拜没来了？三个礼拜了。我没有那么久吧？两个礼拜啦。我多久了？上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了吧？我想说你礼拜三去握寿司之后，这边就不想来了。不是，是因为我在搬家啦。我到底搬完没啊？我就是搬家，差不多。哎、欸，我跟你讲，真的你们想象那么轻松好不好？真的，你知道我搬了几车吗？搬家不是要货车吗？哎呀，叶子一定很有经验，叶子有搬过家吧？嗯。你搬几车？两车。你也不少、欸。两车多哦，两车多以他一个人两车已经很多哎、欸。也就是说，那 cos 的东西哦，什么护士什么一大堆，应该不少。护士服是不是，我搬了七台车。哇！啊、你们一家四口啊？我搬了七台车，我当东西还没有全搬完，我搬了大概已经一半多了。那大型的一定都搬好了，但是那些小东西我搬不完，我真的搬不完啊！我昨天搬到我昨天那个什么，因为我自己的书桌系统桌搬过去嘛，然后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电竞椅我忘记叫那个搬家公司把我载过去了。哎，他妈的，我自己一个人拖的那个，我差点没坐那个电竞椅从，因为我们家是斜坡啊 ，A 社区搬到 B 社区嘛，反正一个斜坡，我差点没从那斜坡滑下去，一路撸回去。因为那个不好拆啊，那个要请公司直接载，用车子载比较好载、啊。好啦，希望你搬家顺利啦，好不好？同神上礼拜就说，搬家搬那么久，当然久啊。骑车都从基隆搬到地堡，哪有这么快？没有啦，头啦。他刚刚不是说 A 社区搬到 A B 社区而已、欸，我想要搬到新店，不现在应该没有，两年后还会再搬一次吧？哦，是哦，因为我没打算让我小孩念基隆的小学啊，我想要让他念台北。
台北的我没办法、啊，真的没有钱、嗯，所以我可能也只能让他念新北的。没有，就找个户籍设一下就好了、啊。啊，我人也要住那吧，所以我预计我希望我两年后是住。那这样店怎么办？不要讲那些不开心的，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没有两年后店，我现在还在想办法。两年后店在不在还不知道。你妈的，你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拓展生意，可以到别的县市？对，因为我还是希望那个小孩子收到的是比较好的教育啊。对对对对啊，这个真的是当了父母之后，这个想法都不一样。叶子现在想不用那么想，再过两年你就想到了。没有，我一直在想说小朋友。没事，跟你讲、啊，你爸季永东哎、欸、啊，又要发生东西，就已经有不好的身教了。你们啊，你都跟统神一起露面，你想想看这影响力有多大？哎、欸，我儿子很厉害、欸欸，我大儿子现在已经在一个月就四岁，就满四岁了。嗯，你可以想象，那三岁小孩子玩平板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欸、玩电动你只是觉得要乱玩嘛，对不对、欸？因为我玩一个游戏叫《荒野战争》，我全家人都在玩，除了我老婆以外。我一直以为我儿子只是乱玩。他已经完全会玩了，三步子都找我组队，我们两个在玩吃鸡，太厉害了吧！我没有骗你，他会玩，他学习能力也太强。他也会玩里面一个模式，就因为里面有一个模式是吃宝石战，那个宝石战有点像是打 low 那样，就是吃十个的那个。就对，打 low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要你是 A 阵营，我是 B 阵营、嗯，我们要顾我们的互相的塔嘛。那宝石战就是吃那个宝石。吃满十个，时间到你就赢了。赢了，所以你如果吃到宝石，你死掉了，你好像会复活，就像是肉一样会复活，但是要去吃那个宝石，对不对？我儿子完全的会玩，他知道要去吃宝石，吃满十个读秒，然后也知道说人家会打他，他会死，所以吃掉赶快跑，也会在后面去射他。我们两个玩吃鸡，我有告诉他，我以为讲讲而已，他都会忘记。吃鸡不是會慢慢的像那个，我跟你讲，小时候会有那个毒物会这样子进来吗？他知道那些毒物不可以过去，他也知道人来会杀，他有去打那些人。爸爸，你等一下那个宝石让我吃啦，你不要偷吃啦。三岁，还蛮厉害的耶。啊，他长大变电竞选手了啦。我很害怕。这样的支持吗？打断他的手，那现在就不要让他玩那么多啊！没有啦，小时候的兴趣长大不见得、因为爸爸也在玩了。你不信？你今天不要睡我家吗？你今天不要睡我家？你明天看我儿子表演给你看，他会玩吃鸡，超厉害的。他会比你厉害？没，不会啦，倒是不至于。好啦，总而言之，这个这个是我们希望就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其实爸妈的身教是很重要的。对这个，然后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受爸妈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虽然说可能包含聊天室。各位还有或者在座大部分都还没有成家立业，不过从季永东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以后当爸妈真的身教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不经意的事情都会被学走啊。运动没有不好啦，真的啦。当然没有，我不是说不好啦，就是不会变坏，真的很容易受影响啊。对啊，比起现在很多在看 YouTube 比较不好。我小儿子都在看 YouTube。因为他们就是推荐影片一直滑下去、啊。哦，你说某某姐姐，某某、天哪、啊！不要让我想到那个图片，我看得超恶心、我也很怕我儿子看到什么，但还好他都没有在看。那个你们没办法去查，他都看那个就是跳舞的比较多。哦，好吧。正常的，就是偶像。没有，因为那个就是原本都是给小朋友看的影片，然后结果因为他推荐影片，他会自动一个一个跳嘛，然后他就是。有人去实验说去看那个小朋友的幼教影片，看一看他随机会跳到开始有一些洗脑影片出来。我看过啊，对对对，就类似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就是你丢平板给他，让他去吸收知识固然很好，但是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啊，还是要注意了。你看影片那个倒是真的啦，真的会小心，因为那个真的很难，要小心，好不好？那个真的需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回来看新闻的部分啊，吼，那这个是一个推特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用嘴巴玩游戏那个春丽玩家Broly Ho。那他在推特上面跟大家告知说，他可能要暂时离开，快打的部分因为他有一份正职的工作要做了所以暂时会离开快打这个圈子。不过他会持续的在这个在当地啊来这个协助格尔系社群的运作，也就是说他就是从幕前转到幕后这样子。那我们也衷心的祝福他虽然说也许。之后要看到他的比赛就比较困难一点了，不过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还记忆，都还蛮深刻的。你看他，我只打五代啊，我只跟他打四代啊。他五代就已经比较少打了，对，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四代春丽很强，我记得那时候很强是没有，会玩倒是真的啦。一批就有4000呐，对啊，就是差不多那种感觉，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美国，就有看到他去比啊，我看到他是推的那个像超人一样的板子啊。对，他就是躺着嘛，然后他有一个那个操纵杆可以让他往前。对，蛮屌的。希望我今年去 EVO 看到他了。好，再来，
前阵子在这个 PTT 上面有人统计了，这个应该说日本乡民那边有人统计了，一年如果因为这个 CPT 赛制已经出来，今年我总共有几场比赛嘛？假设我所有的白金赛都要参加的话，总共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我们自卡有吗？还好吧，二十万上下，我猜的。哦，总共台币不可能二十万那么少、啊，二十万港币差不多吧。啊、那这边统计出来的数字是台币92万。你想猜？没有吧？没有，那个、我本来想让他们三个猜。嗯、怎么可能二十万？92万。对啊，你是白金，只参加白金吧？全部吧。就你对啊，你连积分赛废话，那个飞到巴西什么亚洲的那个都算，你如果只算白金赛，一定不用那么贵，肯定砍半。亚洲的，他是白金加亚洲 ，CBD。真的假的？对啊，九十二，我觉得差不多、哦。差不多、啊，现在买明年这年底的英国也要这么贵。现在有些赛事年底的都还不那么便宜。你从台湾去便宜，从日本去不一定便宜哦。没有啦，基本上从亚洲就台湾这个国家，非亚洲以内的国家都不会太贵、嗯，只要非亚超过亚洲都贵，都贵。对，你尤其是非欧洲、美洲特贵，你去欧洲机票都要10万啦、啊。嗯，去欧洲机票要10万，那、啊、去美国可能便宜的。那今年欧洲没那么扯啦，十万太扯啦。有啊，去意大利不就要10万？我去过没有啦，等一下不用七万。你说的是那种跟团的才要好不好？没有啦，大概就3万啦、啊，最多4万就打死了，不可能的、啊。对、啊，那你看4万，没有，这是机票含住宿哦、喔，就是酒店哦、喔。住宿就没有，应该有交通看国家吧？没有，他就所有开销了，所有开销，对啊，所有开销、啊，欧洲的话交通费那些一定要。对啊，你含住宿不行，你。不会像那个哦，那个露宿街头是不是？对呀、啊，你那个秀会场啊，还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肉块胖哦。流浪格斗家，我打电动要一个格斗的心呐、啊。你今天不流浪，你怎么可以证明你明天能够拿冠军，对不对？你睡得这么好，去欧洲住的话，露宿街头你要冷死哦。哪会啦？欧洲没有流浪汉哦，他不是还是睡火车站，干的超冷的好不好？好啦，这个是简单的统计一下。那有人刚好去查了一下，因为他把所有这个。CPT 那个参赛列出来，结果发现日本到台湾比赛最便宜，只要日币20000块就好了。20000哦，他们到韩国还没那么便宜哦。好像到台湾最便宜。是哦。到从日本到台湾是最便宜。我们过去也很便宜啊。对啊，就是互助互惠嘛，哦，啊，那这个对这样子的统计金额，大家就知道这个对赞助商或者对选手来讲，这个本身压力都蛮大的。你看一年投资这样子的金钱下来，你能不能回本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先不要讲这个奖金的部分，就是包含你觉得在一个选手投资这样子的金额，对你来讲广告效益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好，你台湾的现在又有两个有赞助的嘛，啊，其他没赞助你去跟他 K 一下，不用收钱。我是觉得啦，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去比赛，你去 K 一下，你跟小王 K 一下不会钱，你跟那个哦 K 一下，你说住王 K 住吗？住啊，住是他们还有队友啊，那个当然是什么，他们还有队友啊，住是 OK 啦。使用不一定啊，使用有时候使用，因为通常那个 NL，对啊，有时候对啊，对啊。住我觉得可以先讲好啊，对啊，我因为像使用这次去美国，他也是一个人住吧？没有，那是因为那个他们公司会先帮他买好。哦，对啊，对啊，对，那是因为他因为每一个对我意思说，如果你们是想比的话，就可能只要一些机票钱，剩下看能不能 K 就先 K， 因为比较省。对啊，别的比较远的啦，亚洲就不用 K， 亚洲就随意啊。哦，像我这次在规划要去那个拉斯维加斯，也是在看有没有人可以一起去这样子。会你说这去这不便宜啊，这个消费的。可是你去你现在已经确定只去五天了，不要只去五天啊，白痴哦，你前后两天就赚没了。嗯，差不多啊。我跟你讲，你真的会后悔，嗯，汤啦。嗯啊，我本来就没有要去其他地方玩，没差啊。真的吗？对啊，没有，啊。因为你飞到美国的一个时，我上次飞多少？20个小时差不多，十几个小时。没有啦，12嘛，然后你到轉一次你中间还要转机啊。12嘛，你到西岸转国内线嘛，差不多又在大概一个小时转到那个 Vegas 嘛，差不多。所以飞那么久，重点是你要等转机，因为有时候等很久啊。嗯，飞那么久，你不去走走看看？啊，那好了，那如果去真的又多两三天、三四天出来，没有Vegas 没什么好看的，都全部都推都是推大峡谷，全部 casino， 我跟你讲骗谁啊？啊，去加州啊，真的就走远一点啦。有人跟我说可以去，完了之后你就开车离开拉斯维加斯去旁边加州。有人说去大峡谷，有人说去看 NBA 或 MLB 都不错啊。大峡谷，我好像没去过。嗯。
你也没去啊，你看我干嘛？你叫我不要去，你留下陪他去。他叫我不要去，然后就留下陪他去赌二十一点。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也没去啊，看我干嘛？一早我还在睡觉，都把我挖起来。大家都去了，所以我是说出国的那个旅伴要慎选，有没有？全部人都去了，就我们两个没去。我还在睡觉，都把我挖起来。那个荷官很软啊，赶快下来赢他钱了。什么香？我还在睡觉，还把我挖起来去赌。香港人什么都去了，香港还有两个人也没去，那个叫那个 Human Bomb， 他也没去。全部都在广电啊！牛肉饭最扯嘛，坐一天啊，坐一天，我们早起你怎么还在啊？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回来还坐在那里，乱爆料，都没去，大家都没去过。总而言之，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这个，我是觉得啊，如果真的有伴的话，去大峡谷不错啦，有一个回当做回忆的部分。那不过因为现在单身一个人去，我觉得就一边朝圣就好了，这是个人的部分啊。好，再来。那我们接着就要来看这个即将在今天晚上十二点，台湾时间晚上十二点，在美国要来举办的这个 Final Round 的部分赛前报了。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白金赛在美国亚特兰大所举办，亚特兰大是东岸还是西岸？东岸，东岸，东岸是。OK， 好，这一次那个我们的小野义德，也就是快打旋风制作人呢，也说了。他会去这一次，终于有消息啊、哦！所以第一个大家最期待就是会不会有新角色的消息？新角色你就要把那个沙溢龙改一下好不好？我都等一下玩那个烂角色啊！你们觉得会不会有新角色公布？我都知道是猜一下。酷贵，酷贵，不要，酷贵，不要，这个是一定要出的，原主角色全员到齐，那是一定要出的，酷贵，酷贵。很烂的，我从二代就没在玩那只角色了。好啦，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觉得有机会是本田，因为他是这个原始八人里面唯一一个还没有在五代登场的。十二人，然后八人。那这个小宝有没有比较个人希望能够出的角色？飞龙或钢拳吧。飞龙跟钢拳。嗯。那小那个阿 B 嘞？乌龟。有乌龟要本田的。我就要乌龟。你要本田的对。那季宏东嘞？我没有啊，你就要把内区改好一点，好不好？原有的这些角色改一改。我没有特别快打，特别有喜欢。比如说四代的角色嘞，内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OK。四代没有，四代我是被时装拖来玩的嘛。那我们四代我啊有啦，我四代我有喜欢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很后期才出的。很后期。就毒药啊。哦，毒药哦。OK。然后我那只角色蛮喜欢的。阿叶子嘞，有没有希望哪一只角色可以出？我会觉得这次什么角色比较有机会？那个赛斯，哦，赛斯哦，你好特别哦，他喜欢没穿衣服，不是你喜欢那个没有，他喜欢裸上身的。你看老桑啊，赛斯啊，还有谁？你选个赛斯，你就选尤里安就好了。为什么选赛斯？尤里安比赛斯帅帅多了，可是不一样，真的啊，就这长相差不多。因为他预设服装有穿衣服，对啊，就是没有，就是差不多，就是长那副样那副德性，然后就穿了一个。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如果以快打的人物，哪一代都可以。挑一个当男朋友，你会选哪一个？男朋友，那个 Cody。合理合理嘛，一找玩的角色，喜欢的角色跟男朋友不一样啊，不一样。Cody 没问题 ，Cody 可以的。会选，有钱又帅，又长得有钱又帅，是不是？你确定他有钱吗？他当市长还没钱哦，当市长要会贪污才有钱。有前科而已。有前科，好，不好找工作啊。我个人是希望那个 Makoto 可以出来哈，不过不知道了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Makoto 应该也蛮厉害的，因为世代那个。那前可能也看不到的，我觉得。前看不到，他走路那么慢。他前天说被他妈私服，我四代也因为那个谁，那个有一个很会玩马卡多那个后期我有去摸他，因为真的蛮好玩。海塔尼亚不是，呸，他那么烂。Misa 没有，他没有很烂的，那个打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啊，一个冲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Final Round， 这一次总共有300多个人参赛，所以大概分成八个 pool。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卡的部分，才300多。三百多很多哎，也不是说很多，就是不多不少，不少啦。去年不是1000吗？哦，你看这个破很挤哦。Tokido Cookie 的 Nephew， 还有 Ice Face Celtic Kid 哦，这几位北美当地强豪都塞在第一组。那当然 Tokido 是第一种子啊。哦，那 Truth 崩奖 Chris G 啊，卡兹诺克都在第二组。那 B1 的部分只有我们石油王 Mena、D. S. Myers、Dan Sleep， 还有 Choco Blanca。那个是谁啊 ？Dan Sleep。Dan Sleep 我比较不清楚哦，这个看看有没有聊天室观众可以提供一下资讯。所以石油王要面对到 Mena 跟 S. Myers 哦，还有 Choco。OK， 好，那厚度的部分则是跟 Nemo、杰瓦，还有这个南美阿三哦 ，Didimo KOF 哦 ，Fudo Dogula、Tampa Bison。这一组看起来相对来讲就稍微有知名的玩家稍微少一点、卡兹去比龙珠吧，
其实龙珠的官方赛的消息都还没出来，所以卡斯诺克当然是先打这个快打为主了哈。那 Finan 版三哦，801哇，把这几个哇，把这几个人放在同一个铺哦，这也是好看啦哈。Rama Sama 还有 Kami 这几个都在 C 二的部分。Sako Toy Liuse 就是玩无脸的那一个哈，对吗？我没记错、嗯、那 Otani 哦都在 D 1然后 D 2的部分只是 Haitani Momochi PR 还有 LPN。哦，这样子这个名单这样子一字排开，哇、哦，还有，哦、总共16个铺，我就想說。福吉穆拉、Smug、哈兹梅，还有 Hurricane， 然后贤跟 Margo、JB、Neon， Neon 是那个用歌林的嘛？对对，对吧？哈、哦，就是美国的强那个。JB 就是那个美国最强拉西董。完了，等下 G1 请问一下，是一个破是出两个嘛而已嘛？对，一个破出三个，出三个，出三个啦，出三个，哦，那稳了，干运气真好。我不是啊，我没讲错。看你每次都这样子啊，不是啊，你看另外两个，一个阿美哦，一个什么 MOV， 好啦，你看一下人好不好？啊，我觉得小象今年很有机会啊，对不对？哦，好。再来梅原大吾跟 Veronan 勾击 Brian F 还有 Manao 哦，这个是梅原好久不见啊。Plumax、哦、Don Snake、Moke、Terence 哦，我这一组有点硬哦。Johnny 跟 Ricky 有 Hits， 然后去年的 Capcom 杯冠军 Gachigun 跟 Punk 还有 Tachigawa 在同一组，然后 Justin Wang、Takeuchi 跟这个 Piccolo 还有 Ludovic、Mr. Crimson 都在同一组。那最后一组则是 Luffy 啊、Stone Cooper 哇、九宝。啊，九宝前阵子也是公布了新的赞助商了，今年也是以职业选手的身份来参赛。那 K Braid 的热狗也出征了啊，热狗也出征了啊 ，Shine 啊，这个是最后一组的部分。哇，好久没看到热狗比赛了，好不好？这个里面有好几位就是很久没看到，包含在 EBO Japan 都没有出赛的这个梅原，还有这个福吉穆拉也都参赛了，所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好不好？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他一组是出三个玩家，对啊，就是他出来的时候是16强啊，应该说48强、嗯，对，好稳哦。你所谓稳是怎样？没有啦，好爽哦，看乌鸦的，还有那乌鸦的，没有啊，他嗯，好啦，人家说好、這個，人家难怪人家老人家都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有关系就会没关系。好，话都你在讲。好啦，这个是很久没有开赌盘了。我们今天要来小赌怡情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麦克设计了两个题目给我们来下注了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啊，猜在四十八强里面总共有哪一只角色是最多人用的？猜两个。什么啊？这个你懂我意思吗？好鬼啊！就是比如说好鬼啊、Kami 啊这些、Ibuki 啊之类的。好鬼。嗯、你猜两个，猜两个。好鬼。拉西多吧，好鬼跟拉西多。好，那阿 B 咧，我可以再看一下破表吗？破，再帮我回去看一下好吗？大概看一下，哦、大概看一下。我们有好鬼就几只，我们杰娃、Tokido， 好鬼一定有啊，你都不用看了，一堆好鬼，妈、美国人也好鬼，路人也好鬼，路易鹏也好鬼，啊。好鬼肯定有的，那个没有什么没有悬念的、欸，是没有看到蹦奖。有啦，蹦奖在第二组吧。第一盘 A 二啊，下一局。他说今年不玩内许了，那好像主力放在卡林身上。卡林跟一只谁啊？垃圾干什么墙角控？他说卡林跟谁？萨卡特啊。他说对，萨卡特。对啊，萨卡特。他进了分球。对，好，金木拉可以导不起。有福金木拉跟谁？基本上一不提两只。没签米啊，签米死光了。有啦，小象还在吗？小龙人也在啊。小王古代，不要骗我。好，那我们回来看题目。博帝其实我也觉得蛮，不有博帝玩家吗？这里面没拿，没拿，就只有一格而已哦。福斗啊，Mr. Queen什么？福斗啊，福斗算吗？当然算啊。哎、欸，那福斗、啊，那我要改一下。你要改格就这两个而已啊。那我要好两个，那你随便两个，你随便选个优点。你慢慢想，你慢慢想，你慢慢想。就四十八强哎，四十八强很有可能你有路人啊。哦，对，有人有路人，你妈妈你有我。好，那你赶快选。好鬼是肯定有的，不会，这不会毫无悬念的。我老觉得美国好像没那么爱玩垃圾桶，美国很爱玩垃圾桶，不多，有一两不多，一两真的不多，不要垃圾桶。小宝嘞，我看美国也没人爱玩、啊。我觉得好鬼跟尤里恩吧，好鬼跟尤里恩，尤里恩就两只而已，你要猜，你要把路人都算进去啊，路人已经死了，我跟你讲。这我在想，
我在想博蒂没有啊，你要大家注意他。对，你要选路人，你选博蒂好了。48强，等于是出库的那三个人。我想起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出库的嘛。哦，所以你选尤里，总共就两个，哎，我三个三个。我看到有一个人讲的，我要选那个，我要好鬼跟司空。我跟你讲，司空路人一定会有司空。司空没有，你想太多了，司空就摸摸七个而已啊。路人一定会有，因为司空那么好用是不是？48强哦，48强哦，不是路人哦。你可以选司空，这输了这样喝苦茶是不是？不要，我好鬼，那你们不要选好鬼啊，看奇怪了。我没有说我不选好鬼啊，奇怪啊，你赶快选嘛。通明说入殓也不少了哈，将军也不少。小孩不完全灭是哪几人 ？God， 你看这角色多可怜啊！小孩换哪几刀？好聪明哦，看啊，都选最强的在玩的。我觉得巴迪跟 Kimi 吧 ，Kimi 就没人在玩了，你是白痴哦。Kimi 已经没人在玩了，只有小象，你只有他一个人在觉得强而已。Kimi 还是强啊。正常讲而已，还是正常讲。但是我有跟希望讲过，就那我们聊，我说小王觉得抢很正常啊，因为那个角色改的是适合他在玩的、啊，因为适合他就是一直力回，一直力回，在场中嘛，力回力回力回。有啊，摩摩奇有去打哦。好啦，大家都决定了吗？哈，我们刚刚讲完了哦。那我觉得一锤好了。一锤，我觉得一锤比较多。其实就固定就一定会有两个啊，贤跟福君布拉。一锤，我好鬼跟一锤。好，没有我，因为我就觉得福君布拉会赢，所以这应该没悬念。那你觉得贤会不会赢？不知道，但我知道福君布拉一定会赢的。OK OK， 好。福君布拉输入的机会实在太低了。那啊，对啊 ，CJ Kimi， S Meyer 是 Kimi 啊。哦，好，再来这个。哦，两 Kimi 啊，对你讲的没错，两 Kimi 啊，那两个 Kimi 现在在我朋友那一组啊，他有跟我讲啊，啊，两个 Kimi 一定不会出的啊，那你讲屁话。好，那两位进四强的选手。猜一下，两位进四强选手什么意思 ？Tokido 跟福斗啊，那我没有啊，当然是选石油、啊。你还没有问完，我们其实选两个最多的角色用谁？啊，还没问完。对啊，你要用谁？你要选谁？我选好啦，我好鬼跟一吹啊。阿 B， 好鬼跟将军，好鬼跟将军 ，OK， 我觉得也不错啊。嗯，好鬼跟千米嘛，好鬼跟 Kimi， 没有千米啦，千不出来啦，有啦。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这个四强的两位选手，刚才你们这怎么会有问这个问题？这我们这么多人一定都会选石油王跟小象的啊，你们不选石油王小象哦？输到喝苦茶。你要不要选？你要不要选？我选石油王啊。第二个嘞，福斗干。妈的，干话都你在讲。没有啊，我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小象。我跟你讲，那是因为进四强，如果进五强，那第五个我就选小象，我觉得很可惜。你每次都这样，第五个，我觉得小象会在五强啊。你们都这样。我选福斗跟石油王。好，阿 B 嘞，加金坤，加金坤，加金坤，跟谁？福金木啦。OK， 好，不要脸，你选了乌鸦哎，选了，你怎么，你是很想赢哦？我猜东西，你很想赢哦。你五代乌鸦要磨啦。那两个几乎都乌鸦，你福金木，我五代磨乌鸦呀。你选福金木啦，跟选那个加金坤都垃圾了。啊，我跟你讲，我选，我只选角色，我不选人的。福君木拉这两个人已经是那个角色最强的了，你还要怎么样？每个角色，我说看角色，这两个角色都很厉害。为什么对你讲 B 王，你一锤头不选贤啊？你拿系统头不选石油王？我很难选，我等一下，我等一下挣扎了一下啊，挣扎了。我看你他们挣扎不到半秒啊。我觉得看角色哦，我觉得 Mena 蛮有机会。你们都没有人要选小象哦，我是选石油王啦。妈，你自己都不选，然后叫别人選啊！我取第五名啊，好可惜哟、喔。我觉得 Mena 跟你知道小象在我们的群组真的很认真的练习耶，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他都在揪人打，我知道。对他每天都在打，找人练习啊。这么认真一个老牌选手，这像什么你知道吗 ？Michael Jordan 步入40岁了。你刚选谁？第五名我就选小象了。你刚前两位选谁？石油王跟福斗啊。福斗有练习吗？我不认识他啦，完全没练习。哇，我不认识他啦！你宁愿选一个免费仔，你也不选一个认真练习的人。选一个免费仔干笑死！你也不选一个这么认真练习。啊，你这个问题就像是 Michael Jordan 现在跟那个什么勇士的那叫谁？什么 Curry 对打会谁会赢？哦，你是说性质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得你年代有差那么远吗？都得分后卫哈，都得分后卫哈。好了啦，那、我把小王摆比 Michael Jordan， 我有点不开心，改一个好了。改谁 ？Rodman 好了。过分哎、欸，过分哎、欸！公牛队那么多选 Rodman 干嘛？白痴哦、喔，干修的很强哎、欸。我篮板很会抢哎、欸、哦。
好啦，这个四强进两位选手，那我猜 Mena 跟美元好了，看看这两个很久沒有。我觉得你完蛋了，看看有没有机会。他选 Mena 跟美元，我觉得他完蛋了、啊，比我还惨，比你还惨。我有一个副斗保命牌，另外一个是本身是好朋友支持。猜一下嘛，猜一下。好啦，那哎、欸，最后刚刚叶子是讲谁？副斗跟谁？Torpedo。哦 ，Torpedo。OK OK， 好，也是不错。好，啊，这个是最想象哦。那你觉得八强还会不会进？第五名没。第五名，所以他会进，有机会啊！越讲越心虚，你很奇怪。好啦，那当然这一次 Final Round 的这个赛事资讯，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转播的时间啊。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这个没有办法做全程中文转播，因为我杆子有一个哈。那个礼拜六晚上12点，就是稍后大概四个小时之后，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看了。对啊，刚好爽，你等一下来我家看比赛是。你们都回到基隆刚好12点打开就可以看了，好不好？从破 A 开始看，然后预赛打两天，好不好？第二天就是从礼拜六的晚上10点开始打预赛的第二轮。那在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48强有中文转播啊，中文转播就是在我的频道啊，就是我的Twitch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啊。欸、对啊，明天要开什么我也都不知道，明天会开什么？明天开什么？这还用想吗？这有第二个答案吗？你觉得会开四空？不可能啊。你觉得他会开四空啊？我觉得会开龙啊！我不知道怎么会开龙啊！你们看，没有开水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就一直开有变弱呢。你是有变弱，但还行啊，也没弱到不能玩、啊。对了，没弱到不能玩。对啊，龙真的也没强到可以玩啊，我觉得。梅园是在因为这一阵子那个日本那个他们当地的这个3打3联赛都还在持续进行。那目前看到的这个比赛内容都还是拿这个凯尔出来打，嗯，哦，所以应该也许我真的蛮好奇的，嗯，问一下业者意见好了。以女性的观点，你觉得梅园算帅的吗？帅吧。看，好奇怪哦！你看我老婆也觉得梅园算帅的，好奇怪哦。算有个性的，啊，有一种王者的魅力是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大叔，对啊，这样我刚看到那个叶子在想，那个少女心都跑出来了，你怎么了？还好啦，还好。他对大叔比，可是你对大叔不是还蛮……他年轻的时候也蛮帅的吧？年轻反而没那个魅力哦，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年纪，有一点点的感觉，所以年纪要到一个经验累积很老成的沧桑的沧桑感啊，沧桑感。最近大家那种武士的感觉，那小象呢？小象，怎么皱眉头？为什么皱眉头？皱眉头什么意思？这节目怎么那么好玩？是，然后就是，他讲话，你名字已经有一点形象被颠覆了，所以有点难回到那个沧桑帅气男人的感觉。真的没有啦，因为小象比较娃娃脸。娃娃脸，他比较娃娃脸啊，所以比较没有沧桑。拜我怕游戏改掉小象怕游戏好了啦，来，这好好好玩哦。只要是像黑大将军好了，像黑大将军，好好玩哦，像黑大将军。好啦，这个今天不小心聊了有点太久了哈。总而言之，这个今年的第一场白金赛从48强开始做中文转播，希望大家可以礼拜天起个大早，然后看我们这个小象跟石油王的比赛啊哈。当然48强，我是比较希望他们两个都可以持续再看到两位上直播啦哈。这个要看当地的这个赛事的安排，然后这不见得会上哦，希望他们可以上。好，好。那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来，这个叶子也有收到的东西，这很重哦。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新出的一个大作，3月15号正式。我箱子拿起来给大家看，这个看起来不像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东西，你知道吗？弹药箱，不对，就不像我们会看到的东西。补给箱，哎，对，这个是这是全境封锁2的，然后这是超豪华的特工版。这个很像这个就是那个便利商店那个胶囊，有没有？然后打开是这样子，你两个一定都没有玩，往内拉，往内拉是吗？喜欢玩射击的，对对。听说这游戏很红，很好玩。对啊，最近实况大家都在玩。二还没出吧？二，这个就是二啊，这就是二出了吗？对啊，15号上市的。3月15正式上市，但如果你有先拿到这一箱的话，可以先提早3天哦，提早三天，我没记错的话。那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是在玩什么样的内容？它是 FPS 的射击游戏。对，我知道射击游戏，然后它有一些任务，有点就是很多，它有点类似打副本，对，还派你去执行很多任务，包括什么拆炸弹、拯救人质啊，或者是攻坚之类的。为什么？你可以跟朋友一起组队。嗯，有一只熊，为什么有一只熊啊？就是那个啊，他们的那个 Ubisoft， 对，是吗？哦，靠腰。哦，这是泰迪熊汤米，这是他们那个吉祥物啦，哈。对，对，就是他们，我记得是。是不是每一次 Ubisoft 都会送这个？就是他们豪华版。
每次哦，有没有每次我不太确定，但他这一只熊就还对啊，我记得之前对啊，之前看到他们都有送。然后这个序号就可以在游戏中兑换，你可以在包包上挂这只熊。哦，是这样。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没错。虚拟的宝物，虚拟道具啦，对，虚拟道具。尊爵不凡是我自己也已经挂到我的包包上。可以。它这个箱子有一个什么可以让你拖着还是背的东西？没有，大概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算宅配箱吧。对啊。它里面有额外的别的包包，我们可以先看。衣服、如果你穿着一身迷彩装，你拖这个箱子在台北市政府总统府前面这样走，你会被抓走吗？会被抓走吗？你以为是 Snake？ 就首先我们拿到这箱的人都会收到这张邀请卡，就它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对。那像这边就麦卡贝，然后麦卡贝就是国土战略局特工，因为我们他的单位就国土战略局，然后他会这一次的游戏的地点是在华盛顿，上一次在纽约。一代是在纽约，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些装备是给你的，然后就是请你捍卫世界，对，请你捍卫那个华盛顿的安全，对对对，这就是。那这一次的游戏 logo 就是长这样子，那这件是 T 恤，哦，然后好像统一 size 都是 L， 哦，都是 L 是不是？对，都是 L。好，欺负人哦。外面卖的话，这样一箱多少钱？外面卖一箱哦，外面买得到吗？这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卖耶，有吗？典藏版的，典藏版有吗？对，所以它市面上是没有在卖的。外有一箱，不过他们好像要7000。外面一箱要7000多。内容物不知道，内容物可能也有一点点差距。对，应该也有一点差距。所以这个是比那个7000多更好。这个是没得买的。这个是最好的。对，这个是没得买。我说它的内容物有比较多吗？还是差不多？应该不会差太多，应该就差别在那个卡吧，就是那个写你的名字的那一个。对，好，这个是贴纸的部分。对，贴纸。好，对，有两张，然后帽子还蛮帅的。帽子每一代都有，每一代都有。我记得一代好像是一个毛帽哦。然后重点来了，好不好？对，这是这一次的其中一个角色，对 ，Brian 布莱恩，布莱恩哈 ，Johnson。嗯，然后这个就可以在他的包包上可以看到这只熊，有没有挂在这边？哦，原来是挂在那边。对对对对对， 整只就长这样。然后这都是可动式，然后它有配件附给你，就是你可以让它手上拿枪，或者是其他东西。这一只都有公仔也好了啦。对，还不错。里面箱子里面还有附他这个角色背的包包，就是我们所有特工进游戏里面会背的这个包包，就实体版在这里。哦 ，IMC， 这是他们那个组织的名字啊，单位记错的话，对。然后。对，这个都是游戏里面相关的这个配件啊。对，然后这个包包就是内容量还蛮大的。然后如果你不喜欢上面这一块，这一块是可以拆掉的。可以拆掉。对 ，OK， 好，我就不动手了哈，因为这个要保持完整性了哈。是的。我们看起来这个料子还蛮不错的，背起来应该不错。这个是要送的吗？公仔衣服脱得掉吗？公仔衣服开，谁要脱公仔衣服啊？你们奇怪了嘞，又不是女的公仔。我没想要脱。我们今天其实当然除了开箱给大家看之外，这个霹雳腰包还没讲到，这个霹雳腰包也还不错。那后面是那个荧光色的，都有那个危险的那个，应该是那个生化的那个 mark 哦，那个标志哦，这应该算腰包吧？应该算腰包。算腰包吧。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因为全境封锁二当然是正式上市是算今天嘛，15号嘛，今天好，所以这个当然，如果你对游戏有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直接去下载，或者是它也有 PS4 版本，也有这个 PC 版，三个平台都有哦，三个平台都有。好，那其实今天除了开箱给大家看之外呢，那今天有抖内。你们抖内最低金额是50块嘛，对不对？只要就有机会来抽奖哈。那我们的奖品数量没有了，没有那么好。我们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这个奖品的部分，就都在里面。其实就是里面的东西。我们有其他数量，公仔有一个，好不好？刚刚这个公仔就是其中一个，好不好？哦，公仔。这个就50块就有机会抽各位。超值超值，还不错啊，还不错。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大包二，也就是说这个有两个。哇。抽起来哈，小的包包也有两个，好不好？然后刚才看到那个贴纸有4组，然后衣服也有一个，帽子一个。小熊加贴纸。小熊加贴纸，哦，是那个包含那个熊熊，是，就这个熊熊。序号。没有，我遮住了。好，所以总共会抽出11位，好不好？最大奖就是公仔，那我等一下可以自己抖一下，我自己先抖个300块，好不好？
好啦，那个今天斗内就有机会抽到，好不好？50元一抽，也就是说你斗内300块，你就有机会抽6次，对吧？哦，是这样算的，对，是这样算的，哦，对，是这样算啊。那你尽量抖那个50块可以整除的数字哈，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要帮你抽几次。好，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要先进一下广告来休息个5分钟。那今天既然小宝来了，好不好？就安排一下，我们现在的节目内容差不多到第二 part 的时候都要安排一个强舞了。今天小宝来就是来跟我们 RB 来进行一个强舞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看精彩的比赛内容。